来，这位是 Pikayan 大师，他将我们示范如何做出好喝又便宜的调酒。来，请问温牛，要调出好喝的酒有什么秘密武器吗？这个币，小助手先把杯子擦干。一个啊。要不要先？你要先介绍一下你的那个 ingredient 啊。我们要专业一点，你要过来，然后你让大家看到你，我们要专业一点，好不好 ？Thank you. Yeah. 所以 Cynthia 喜欢 vodka， 所以我们去买了 vodka。你这样讲好像我是酒鬼一样。没关系，我喜欢 whisky。想要放多少 orange juice 就放多少 orange juice。然后如果没有 orange juice 的话，再出去买 orange juice。然后如果你要再准一点的话，你可以拿你的这个 measuring stick 放在这里，拿着量。Good。然后呢，再把 vodka 放进去。Nice。分量需要调过吗？还是没关系？哦，要凭感觉。哦，凭感觉是不是？这叫爱心啊！哦，爱心，我感受到你满满的爱了。嗯。然后 ，frozen fruits。有进去了。然后这个需要先品一下味道。哦。每次煮饭都要先品味道。OK。哦，我们要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了，是不是 ？Yeah。OK OK， 好，来。And then you get your magic bullet. OK。可是你那个汤匙刚刚没有洗过，对不对？这叫爱。哦，这叫爱是不是？嗯。请问这杯饮料的名字是？爱。爱 ，OK OK。喝了就可以感受到皮卡师傅满满的爱，是吧？我觉得你们哦，哎，不错哎，你自己讲。你刚刚是撞到你的牙齿吗？已经醉了。